来介绍我们的最新舱型 B3， 它是 5.76 平的。好，那我们走进来看看。我们会先看到我们的面板，这个都是有帮客户做好，都可以手控跟声控。然后再来旁边右手边会有一个看到一个 H 炉，这也是标配。然后这边的洗手台，这个都是标配。那冰箱是自己配置的，我们这边没有帮客户做。还有洗手台下方的置物柜，这个是很方便，都可以放东西，上面洗碗槽、洗手台都可以。好，那接下来看的这部分都是客户自己配置的，家具都没有。